中人，高什么地步啊？万寿老一人，龙盖世人，小鬼，一念，你真正决心要这样做，我不能让一个牺牲，就算必须与世家脱离关系。啊，我想了真多，假使要牺牲的是大哥，我下得了手吗？如果是大哥，也愿意牺牲我吗？我既然，我只要再问你一次，你真正清楚魔邪出现的效果，你真正没后悔？要封印魔邪，国亲无其他方法了吗？我已尽了全力，如果有足够的时间。一动脚动手，是无礼貌啊！谁对美人无礼，谁就是小龙鸟的敌人。今日梅香屋不做生意，更不准在此动武。将我爱物件交出，阁下也避免太过自负。我本领才能讲出这种话。对于小空的事情，你还在忧虑，这如果是别人的小弟，你就能毫不忧虑担任魔邪吗？任何的牺牲总是爱片面。太虚啊！慢一步，破地枪，哈！黄金一刀流，哈！哦，禀表，卢伯君派人传来九龙天书的消息。嗯，九龙天书终于有消息了。那三门君呢？大祭司敢有指示？你若是记不住，就去处理另一件事情。什么？你的兄弟顾现在仍然没有动作。初出江湖，天下无敌。再过三年，寸步难行。既然头家娘已经下了毒气令，如果这是你的本事，无极剑法果然不如飘渺绝色。我不需要辩解你的梦想，哈！一剑无尽，哈！剑法很好友，祈求不见。你的感悟不够，太过危险。哇！哈！轰走！这是什么妖术？不用缥缈剑法，你何不胜算？雪山一念，命主幽灵将小空送至灵界。想飞？你拢为何抵消红邪惊天不定的事情？请问姑娘是？众人动手！哈！坦言声音是我讲的。动手！啊！好、哦！